要去。我妈的，我们在公车上坐公车，坐好久的公车要去。鞋，今天就有鞋可以穿。我妈也买了超多鞋的。马特很多景观，然后就要下山去山下吃一家还蛮有名的菜，然后就当午餐，然后下午应该会再去逛街走走吧。我觉得这个小巷超酷的，你看很多壁画，是壁画吗？壁画，对，好，我发现我手很抖，好，拜拜。沙拉。
为了这个来的。